推动慈松福建村的慈松林雅文化生态景观区，依然依旧的时间是本年发现到的有罕见的物种，本推动的林管处是物种的也给古味道实体保育还有林务使用的生态园区。不过也一部的福建内的当地的经常尊教的工厂故所加强的实体水利的下工，甚至早样拍采集的居民就受骗的为影响到也采集的生态哦。不过呢，施工单位始终向公所系表示过，等也嘅等建工厂结束过后，也嘅水位就唔会高下降咧。从田东看到高一，池上边系船行嘅田桥，佢睇片抢摇摇嘅。不过东岸一搭浅色的，西摇到嘅黄色，一记搭嘅黄嘅，本但系不出潜水嘅潜伏实体。经过前沿啊，检验嘅梯田海，实体嘅水位降咗一度。按照慈生雄公所有啲实体南片都系做藏尊桥嘅工程，直至到本地流经过实体嘅浦流水，下卡脚嘅流走。当天民间组织是动手，将实体度嘅动手宽度嘅通车物，我当然审讯。实地持续没有水，它就可能会陆地化。啊，里面的很多珍贵的物种，例如说，赤尖鲨、克拉鲨，鱼类就是鱼虾、蟹类就更不用讲，可能就比较会有面临到生存上的危险。慈生雄公所则讲。天然池上叫一百梯梯桶，造成潜伏桶天气架嘅樽桥废脱，既然气桶在后小站嘅工厂，潜伏实体船舱嘅樽桥安全审查一完工过后，浮流水就唔会过流出来。那我相信在这样工法结束以后，那这样的浮流不会再溢流，就会慢慢让水位回复跟回升。潜伏实体嘅主管机关推动林管处实强调，实体度嘅沙草壳嘅保育类植物。希望遇到无水时节，不要表面的奇迹。依归来的高效主要减少填海，后续也会持续的监测，同时停电提出营业。下个新闻层面同不同？